宝贝，我们现在玩什么？这个脚的 SPA 哎，打开看看吧。好，哦，所以这是脚的，它要做什么呢？好多鱼哦。哎，奇怪，可以吗？所以现在是木头。你先，然后再换我，再换我。所以现在是洗脚的状态。哦，所以它现在泡脚啊。嗯。然后呢？嗯，叫它搅起来，擦干。那你定向我两次，我愿意做两次。我没两次，没关系。所以现在这是什么？我们是一起泡干净的水吗？嗯。哦，要让小鱼进去吃它的脚底是吗？对。哦，所以有点类似像温泉鱼呢。对啊。就是我们脚洗干净，然后再下去温泉池里面，然后让那个小鱼去吃你的脚皮。把你的脚皮吃吃掉，脚就会变得比较秀咪咪哦，干净了，它的脚变好漂亮哦。然后呢，擦干哦，有发炎呢，所以先用卫生纸把它的脚先擦干是吗？对，好，做药了，然后再要消毒。所以现在要倒消毒水啊！小啊！哎，怎么转一圈了？要转一圈，然后把它转回来。然后放什么？药草。这是柠檬片。搅拌搅拌。搅拌搅拌。变绿色喽！变绿色喽！它去，然后去裹它饺子，再裹一次。好了，然后再倒在那个上面就好了。然后再把药水倒在它发炎的地方。嗯，然后这个就我来，你那边先搓搓，还要搓一搓。我这边再搓，这样不会痛吗？应该会痛。然后呢？嗯，佩姐按了，结束，不啦，我不玩了。现在是伤口的地方贴 OK 绷吗？对。还有哪里？就好了，完成，他的脚通清好了耶，所以现在可以玩下一个咯。